首天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咒句解。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公上人1969年讲述于美国金山圣寺。娑婆摩诃婆提陀，娑婆摩诃婆提陀。娑婆，你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叫娑婆世界。这个娑婆两个字，也就是那个梵语了，就是梵语成堪忍，又梵语成啊这个忍耐，又翻译成啊善说善道，有这三种翻译。堪忍，就原题啊，咱们众生堪能忍受这个娑婆世界这个痛苦，娑婆世界的苦啊太多了，可是咱们众生啊还能啊还是忍受忍耐，也就是啊说这个众生在这个娑婆世界啊能忍这个苦而生出一种的爱心啊，这个善说善道，而且善说善道，引起这个娑婆呀，你说他啊，娑婆是很好的啊，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做人，善说善道。摩诃，摩诃是大乘法，大乘法就是菩萨法，阿悉陀夜，这阿悉陀夜翻译的意思就叫无量的成就，没有数量这种成就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说的这个大乘菩萨法究竟能到达彼岸，有无量的成就，无量的成就。这一个手眼是什么手眼呢？葡萄手眼。这个葡萄手眼，你要修成功了，你的口里啊，常常就像吃葡萄那么甜，甚至比那个葡萄啊，那个糖还甜，比那个还甜。你就修这个法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啊，口里有一种甜味，这是啊最初的香音，有这种感觉。你要是种一切的农作物，就是啊稻粱黍麦黍稷，所有的种的田里边种的这个农产品啊，比如谷啦，你要修这种葡萄手，一切的虫啊它不会咬伤你这个农作物啊，你修这个手眼，那个虫啊它就跑了，不会生虫的，不会有这个蝗虫啊来把你这个所种的庄稼五谷啊都给吃了。你所种的果木啊，比如桃李杏啊，苹果呀，橘子啊，你所要种果园子啊，你修这种的法，你这果啊特别成熟的快，也特别啊有一股甜味啊，所以啊这葡萄手也是很有用。
这摩梭哥摩诃悉陀夜，就是这个葡萄树啊，有无量的大乘法都会成就的。悉卢僧恶摩缺夜是娑婆诃，这一句咒呢，就是这个药王菩萨本身，他用这个种种的药啊，来疗治众生的疾病。娑婆摩诃悉陀夜，娑婆诃，这一句咒呢，就是这个药上菩萨本身，他也用他种种的药品来为众生疗除一切的疾病。娑婆诃，哲基拉俄悉陀夜，娑婆诃，这个哲基拉俄悉陀夜，娑婆诃也是梵语，梵语这个意思就金刚轮，这个金刚轮也就是一个金刚拔哲罗，这个拔哲罗它的形呢是圆的，哲罗它这个圆法呀和其他的也有这罗手，你知道这个拔哲罗手呢，又有一个意思啊，翻译成什么呢？降伏怨魔，它能够把一切的怨魔，怨就是有一些个怨恨心。为什么他做魔呢？做魔他就心里有一股不平气，不平啊，认为啊，其他佛做的事也不对，菩萨做的事情也不对，罗汉做的事情也不对，仙人做的事情也不对，是地阎王做的事情也不对，他什么都反对，什么都怨恨啊，他看见所有一切都是不对，所以他就好像那疯狂的人似的啊，他也不管你什么国法呀、家法啊、世间法呀，什么他都不管，他在世界就横行啊，一切都不顾了。那么人呢就叫癫狂的人，在鬼神里边呢这就叫魔了，是怨魔，怨魔他有一股怨气冲天的啊，我对不起我这哎，对我太不好了，我所以我都要把你们这个佛我也把佛打倒的啊，菩萨我也把他打倒的，罗汉我也把他打倒的啊，一切的人我都把他吃了他啊，就这么样子啊，所以有这股怨气，一切的鬼我都被你捏死了，把他鬼我一把就把你抓死了他，所以这个魔就这么厉害的啊。你用这修这个法呢，这叫拔哲罗手，拔哲罗手眼呢就能啊，你用这个金刚轮，这个轮呢是摧伏一切这个天魔外道离类魍魉啊，无论你什么魔鬼啊，你用这个轮去你一做的法，他就都老实了，就到了啊，向你叩头顶礼说好了，我遵守规矩了，我再不犯规矩了啊，就向你来投降了，投降了啊。那个这个拔哲罗手呢，它不单是能摧伏，它还有声音，你在这个道教里讲说有五雷轰顶，有五雷，这个雷啊就是天上所打的这个雷，
但是啊，这老道啊，他会有掌心雷，这会张手雷，把手这么一张，啊，就可以有一个雷声出来。这个雷呀、啊，就把你可以把这个天猫外道啊，就给镇住了。啊，这一雷响，把它就给，甚至他这个身体都给他劈碎了。我在讲《楞严经》的时候，讲我有一个朋友，他会修这个张手雷，讲过啊，这么一张开手就有一个雷声，这是在道教里有这种法术的，佛教里呢也有，就是这个八折罗指手眼，这就佛教的张手雷。你修这个手眼，你修成功了。你一修这个法就有雷声响，把这个一切的怨魔啊就都给降服住了。这是啊，这个者俱拉阿悉陀夜，阿悉陀夜呢翻译过来意思呢就叫无比的成就，无比的成就啊，没有比的这种成就的功德太大了，所以呀、啊，他能把一切的怨魔都给降服住。波头摩耶悉陀夜娑婆诃。波头摩耶悉陀夜娑婆诃。这个波头摩是翻译过来叫红莲花。这个劫就是啊，善胜，能胜过一切。这红莲花能啊胜过一切。能以啊成就一切，你修这个红莲花手，这个红莲花手是25个这个手眼，在你修这个手眼的时候啊，你想要升到天上去，就很容易啊，会升到天上。你愿意升到哪一个天都很容易升到的。所以啊，这个波头摩羯悉陀夜娑婆诃，这是红莲花手眼。罗拉紧持潘切拉也罗拉紧持潘切拉也罗拉紧持，这个罗拉紧持在这一句咒，在此地翻译成了贤守，贤就圣贤那个贤，守就守护的守，保守的守。潘切拉也，潘切拉也就是翻观自在，观世音啊，又叫放光啊，娑婆诃。那么这一个手眼呢，就是这个思无畏手眼，这个思无畏手眼观世音菩萨用这个手眼来救护一切众生，那么使用一切众生呢，在一切时一切处都无所不畏，没有恐惧啊，不怕一切的
这种境界。这是观世音菩萨啊，他令众生啊离诸部位，离一切的恐怖，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摩婆利胜揭拉耶，摩婆利胜揭拉耶，摩婆利胜。这个摩婆利胜啊，是梵语，翻译过来这个意思啊，是大勇。勇就是勇猛精进，勇勇大勇。也有一个翻译法叫什么呢？叫英雄德，大英雄，有大英雄的一种德行。大英雄谁可以成的大英雄？佛可以成的大英雄，观世音菩萨可以成的大英雄。所以呀、啊，这个大勇大英雄啊，揭拉耶，这揭拉耶就是翻译成啊生性，生性本性，就翻译成本性。这个意思啊，就是啊，说这个一切众生的本来自性，都有这个大英雄这种德行啊。这个大英雄的德行，就是啊，就是总说千倍手眼。这个手眼呢，能降服一切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怨魔啊。不单我们这个世界的怨魔能降服住，三千大千世界的怨魔都能降服啊。这个手眼呢，就是总摄千倍手眼。我们修这个四十二手啊，最要紧的就是这个总摄千倍手。这个总摄千倍手你修的时候，其余的四十二手啊都包括在内了。说是那俺们单单就修这一个总摄千倍手，不修其他那四十一手呢，可不可以？如果你要是认为懒惰是不错的，也就可以。为什么呢？你要是不懒惰的话，就应该一起修，其余的四十一手也应该修。你要是想要懒惰，说我修成一个懒菩萨啊，那么就单单修这个总摄千倍手，把其余的四十一手也包括在内了，也可以的。不过这个成功啊会慢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懒惰，你懒惰这个法呀，它也就不迅速成就。这是啊一样的。所以一切法呀是无有定法的。你如果不愿意成一个懒菩萨，就要啊不要怕费事，修多一点法，这是好的。说克和那么喝啦达摩多拉耶，那么喝啦达
达摩多拉耶耶，这个讲过了，讲过了，那就再讲一讲，因为有的根本就没有听见，有的听见过，已经忘了，不记得了，有的记得是恍恍惚惚的，没记清楚，有的记得很清楚的，不妨呢再听多一次，我们更清楚一点。本来我想呢问一问，有多少人记得清楚？我又怕我一问呢，记得清楚的人呢就会早就入定了，不愿意离开这个三昧，所以呢，莫如我就直接的再讲他一遍，比较啊，省时间，又免得记得清楚的人呢也心里慌慌张张的，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然后这是最好的办法，我来讲给你听一次，如果我讲错了呢，您可以提出来告诉我。因为啊，我这个讲经和其他人讲经不同，我不写笔记，有的时候我讲经的时候要打妄想就会讲错了啊，或者有电话一来呀，想去听电话去也会讲错了啊。那么讲经啊不能打妄想，也不能去听电话啊，所以啊这个拉摩，拉摩就是皈依，皈依什么呢？皈依三宝，赫拉达罗，这样是宝，多拉叶是三，这就是我要皈依三宝，我这个身心性命都皈依三宝，哎，在家人要皈依三宝，也叫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皈依三宝是皈依啊，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佛。这皈依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佛，我身心性命的皈依十方三世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贤圣僧。这个尽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尽虚空，这个虚空啊的穷尽，遍法界，这个法界就是所有的世界都包括在内的，就十法界，十法界有佛法界、菩萨法界啊、声闻法界、缘觉法界、天法界、人法界、阿修罗法界、畜生法界、恶鬼法界、地狱法界，这十法界，尽虚空遍法界，十方，十方啊，就是东西南北是四方，有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也就是四方，八方再加上上下是十方。三世，三世就是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那么皈依十方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佛，佛宝，那么佛所说的有法宝，就是啊三藏十二部啊这一切的佛所说的经典，这叫法宝。这
个法宝啊，不是单单我们人间有，尽虚空变法界都有这个法宝。你要开五眼六通啊，你念经啊，真正念经念无字真经，念呢不开口的经，不用用口来念，你这个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在这个尽虚空变法界都有啊，佛所说的经典。你要得开五眼六通了，随时都可以念那个无字真经，没有字的真经在虚空里边。所谓无字真经，不是说那个经典上啊真正没有字，是凡夫看不见这个经典有字啊，凡夫看不见这个经，你能看得见。你看这个虚空里头每一个地方啊，都有诸佛在那儿还诵经的念经，有的念法华经的，有的念楞严经的，有的念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啊，都在那儿念经的，诵经啊，持咒啊，念楞严咒啊，哎，所做的功课的非常的忙啊，非常的忙。这是啊，尽虚空变法界都有法宝。又归依啊，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贤圣僧。这贤圣僧，谁是贤圣僧呢？一切的大菩萨、大恶罗汉、大比丘僧，这都是贤圣僧。那么我们归依啊，这三宝啊。这个多拉叶就是啊，三，这归于这个十方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三宝。叶，这个叶就是个顶礼的意思啊，你要归于三宝来顶礼三宝。南无阿利耶，南无阿利耶。那么又是皈依，阿利耶，阿利耶就是圣者，圣者呀就是圣贤啊，皈依一切的圣贤。婆罗揭谛，婆罗揭谛啊，这翻呢观。叫潘拉耶，叫潘拉耶，这就是自在，翻这就翻观自在。娑婆诃，娑婆诃，这观自在呀，能成就一切的功德啊。娑婆诃，娑婆诃呢，就是成就一切的功德。南气电毒，南，这个南呢就是啊引出来下边这个经文，这个咒啊，这个引生意，这里在这里说这个南就是引生意，因为前面那个咒啊说完了，这是一个真言的意思，后面的南气电毒，这个气成就，电毒就是我界，成就我界，成就我所解的这个界，我所解的这个界啊，方圆有八百由旬啊，在我这个八百由旬之内。都是啊平安无事啊，这是解大戒。那么解中戒或者六百由旬，这个中戒
结一个小的戒，400由旬，在我这400由旬以内啊，一切的人呢都平安无事，成就我戒，成就我所解的这个戒呀，一切的功德，就是一切的愿望，我愿意啊，譬如我们现在在三藩市这解上戒，在我的解戒之内啊，不准他地震，不准他有大的灾难，因为在我这个解戒之内啊，这护法善神都要成就我这个愿力，那么我在三藩市也解一个戒，我这个戒有多大呢？有一粒微尘这么大，我这一粒微尘呢，可是啊，也就包括无量的微尘，无量的微尘也就是这一个微尘，所以这一个微尘要坏了，所有的微尘也都坏了，这一个微尘要不坏呀，所有的微尘也都不会坏啊，这是我所解的戒。曼多拉也叫曼达拉，曼达拉就是道场，又叫法会，那么就是啊，我这个道场一定要成就的，我这个法会也一定要圆满，所以啊，这叫道场法会。达特业，这达特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随心圆满。譬如我想我这一个微尘呢不坏啊，它就不坏了，我想所有的微尘也不坏，所有的微尘它也就很完整的很完整的，我说这个我念那个南西殿主曼多拉巴特叶说不和，希望三藩市也没有地震，这大地震变成小的，小的变成没有没有了，那大家都不需要恐怕了他就成就了，这叫随心圆满，随心满愿，你想什么就成就什么你要相信就有这么妙，你要不相信那是你自己呀，不想得到这样的妙，所以这是达特业，就是随心圆满。娑婆诃，娑婆诃就成就了，成就什么呢？成就你的愿望，成就你所欢喜的事情，你无论欢喜什么事情，你要能念南西殿主曼德拉巴特叶娑婆诃他就成就了。所以呢，在出家人这个剃头的时候啊，把这个剃发的时候就念那个有那个咒，就是南西殿主曼德拉巴特叶娑婆诃这个也就是一切都圆满，一切都成就一切都如意吉祥。今天呢，这个大悲陀罗尼经和这个大悲咒啊已经讲完了，今天呢结束这个大悲陀罗尼经，后边呢这42首以前已经讲过了，这个不需要再讲了，但后边那个是那个科行仪啊，是修行的方法，那么也不需要讲了，咱今年呢去年了
由伯利发起呀，要听这个大悲陀罗尼经。经过呀，这有半年多的时间，在这个这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那么今天呢，这讲完了，这圆满结经。我也希望你们各位啊，想希望什么事情，也都随心满愿，都能啊，拔陀叶娑婆诃。拔陀叶娑婆诃呢，就是随心满愿，成就你的愿力。这个愿力啊，每一个人的不同，所以成就的也不同。听过这个大悲陀罗尼经的人呢，我也有一个愿望，我希望啊，就早成佛道。因为我这个信佛的人呢，就欢喜人成佛你要成佛了，那就是随心满愿了。没有成佛的时候啊，还没有随心满愿。
嗦啦嗦啦西里西里嗦啦嗦啦菩提耶菩提耶菩陀耶菩陀耶弥地利耶那拉紧持地利塞尼那波耶摩那娑婆诃悉陀耶娑婆诃摩诃悉陀耶娑婆诃悉陀喻伊室盘那耶娑婆诃那拉紧持娑婆诃摩那那拉娑婆诃悉卢僧阿穆却耶娑婆诃娑婆摩诃阿悉陀耶娑婆诃德吉拉阿悉陀耶娑婆诃婆陀摩揭悉陀耶娑婆诃阿拉紧持盘切拉耶娑婆诃摩婆利上切拉耶娑婆诃那摩诃拉达那多拉耶耶那摩阿利耶婆卢羯提娑婆拉耶娑婆诃南悉天竺曼陀罗跋陀耶娑婆诃